学长。OK。因为我知道你1981年的时候从 Cornell 拿到 Civil Engineering 的 PhD， 我自己2002年毕业的时候所在的 Law School 刚好就在你的 Civil Engineering 的对面，每次在 Law School 往外看的时候都会看到你们的建筑物，觉得 Civil Engineering 的同仁啊非常的有趣啊，自己在做 Civil Engineering 但是盖的那个建筑物啊看起来非常的素朴。不过首先呢、啊、我对于院长在台南这次赈灾当中勇于认识的表现，那我个人啊愿意给院长还有院长所率领的团队啊相当高度啊的评价。